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我现在终于知道那种脑光棍找到媳妇儿是什么样的感觉了。你看，给这小子高兴的，整整相亲了八次，整整被拒绝了八次，太不容易了。真的，我差点就带他去嘎蛋了。这得亏你云爹妈妈心好。就前段时间吧，有个同城粉丝来看高飞，让我先不着急带高飞去得绝育。他要给高飞介绍个媳妇儿，我以为他说是玩呢，是真的，我真以为他说是玩呢，结果还就真把狗给带来了，我的天哪！而且还很难得看到这么两情相悦的场面，不容易，我太激动了。就是，这美中不足的是这他妈好像是只公狗吧？啊？不会吧？他说是母的。这是公狗吧？真的假的？你是不是傻呀？那你抱在手上看看呀。啊、我还以为那不起眼呢。什么？我你是不是傻呀？哎呦，我都服了你了！哎、我的天哪！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我搁这啊，我不知道、啊。我还搁这拍视频呢，我还高兴半天呢，我这，哎，合着这是两个基佬啊，这是啊。